我是品酒师 Miggy 廖若婷，欢迎您今天来收看我们的舞动酒香，有点靠近日本风味的一种菜肴哦。所以呢，我就把我的所有的酒一字排开。你的菜到底端好了没啦？日本的话，就把中华料理啊、西方料理啊混在一起，变成他自己的料理。嘿，我知道了，我要配什么酒啦、好好吃哦，更是改变你一生。